OK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。咱们现在时间改到8:10，推迟10分钟，给那些可能迟到的同学留一些时间啊。好，咱们打开一张照片，现在还是有问题的，你有这个片子需要我点评的，可以发在咱们的这个群的界面里。我先给大家讲一张照片啊，这很多同学都说，老师你讲一讲修皮肤吧啊，咱们前面讲的都是调色嘛。OK，我们打开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给人感觉非常不舒服啊，这个脸发绿了。哎，这颜色色温有问题，校正色温可以在 Camera Raw 里面找到白平衡工具，吸取你认为应该是无彩色的区域。他穿的是黑色衣服，系黑色衣服也可以。哎，所以说一般呢，我们如果背景是黑白灰的，我们是可以系背景的啊。而且这个滑块呢，这个吸管工具。一般不要吸纯黑和纯白，一般吸中间灰，就是中性灰的这个节点是比较自然一些的啊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中灰吸管工具，点一下就恢复正常了啊。打开图像，哎，我们现在看这张照片呢，感觉还可以，脸上的问题不大。我们添加一个黑白，降低红与黄啊，你看他的皮肤问题非常明显了。所以说，一般呢，我们需要在黑白模式下去观察皮肤。对于那种商业级别的或者要求比较高的图的，我们都是在黑白模式下检查的啊。看的黑白模式下过渡自然了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模特的皮肤问题都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很明显的点是吧？痘痘、痣，哎，然后呢，眼睛下边呢有个眼袋啊，这个叫眼袋啊。然后这一块区域叫卧蚕，不要修掉。这一块有一点淡淡的眼袋啊，额头上有很多痣点，这都是我们要处理的。而且放大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色斑。我先把要处理的大概圈一下，一会儿咱们就修。哎，下面这块都很多了，这我也圈不过来啊，我就大概的一个意思吧。点击背景，找到修补工具。有的同学用修补工具的时候不太会用，修补工具也可以结合黑白模式去使用，能够更好的观察。修的时候要掌握人体的，哎，这骨骼结构啊，还有皮肤纹理的走向。我们放大看呢，每一个皮肤啊，每一块区域它的纹理都不一样。像这个眼袋这块呢，它有点像鱼尾纹似的，它是斜着的。哎，这是颧骨这块呢，它是点状的，鼻梁附近呢，它非常的细腻。额头这块呢比较粗一些，但是长得挺均匀的。哎，所以说每一块皮肤它的位置的纹理是不一样的，它的生长纹理顺着结构长的，所以说呢，你看纹理就知道它是往哪边修的啊。一般这样的，我们修人的皮肤就要有。人的这个素描的或者是美术相关的知识的储备，修人呢懂得结构啊，三庭五眼呀，是不是？这是最基本的，达到极致的那种完美是不存在的，很少有，只有在我们处理过才会有啊。这个模特其实你大概一看也就知道，他的这个天庭饱满啊，地阁方圆啊，就算命的说啊，看面相，就是下巴也饱满，额头也饱满，哎。大概也就是3个额头的高度，就证明他的脸不是圆脸，也不是雷脸，也不是斜拔子脸，他是一个挺标准的一个，我们审美这叫做瓜子脸，就是了解脸型，我们考虑他液化往哪个方向去调，他太长了跟李咏似的，你就得给，哎，适当的调的短一点啊，太圆了呢，适当腋下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要考虑他的鼻梁啊，这个山根，我们必须得挺拔，哎，山根呢。就是在面相学里面说的，就是你这个人呢，能不能继承祖上的遗产啊，得父母之力啊，就是你父母有钱，哎，我怎么给你整算命去了？哎，这以前我也懂这个面相学，我经常看的这些四书五经啊、易经、面相之类的东西啊。为什么要看这个？首先个人爱好，其次呢，我在修图中经常遇到就是特殊情况，
哎，就是以前给别人修照片把修完了啊，人家说哎你把我修的不旺夫了克夫啊，所以说这找茬嘛，这以前打工的时候啊，所以我就学这个啊，看看这个究竟咱们国内的老百姓觉得什么样的脸型，哎，或者什么样的这个痣在什么位置啊，它是克夫痣什么是旺夫痣，这个懂，你大概懂了之后，其实你修的时候不容易把人家的一些特点修没啊。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懂西方的美术素描，看正确的人体结构，还要了解东方的那些面相学，把它修的更适合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喜欢的这个造型吧。哎，其实我们这个脸型啊，你不动就是真实的啊。修图呢，就是要求真实的完美啊，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它必须得真实啊，像它。其次才是完美，完美就是把皮肤啊结构都给它修通了啊，皮肤修好了，质感还要保留。你不能修完了皮肤啊没有细节，就像那被剥了皮的鸡蛋一样，没有任何纹理，这不对的。我们是需要处理掉大的脏点，保留均匀的纹理啊。真正能够做到真实完美的呢非常难啊，不懂，不仅要懂得素描，你看我说的这个算命啊面相啊这些都了解一点啊。你了解的越多，其实综合性啊，还要懂摄影，还要懂化妆素描。这张照片好在没有妆面啊，如果你给它上妆的话，其实还是得了解这个美妆的一些知识，不然的话你修出来它就不真实嘛。所以说修图呢，哪怕就修个皮肤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当然了，你就是想修2块钱一张的，那简单，直接的涂章盖印啊，自动磨皮，什么东西只要快的你都可以用啊，一般客人也要求不了那么高。我现在说的就是要求你啊，把咱们的修到顶尖的水平。一般我们就顺着光影，顺着结构，一般不会错。可能很多人用了十几年的这个工具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他修的时候也就瞎修啊，因为你没有按照人家的这个皮肤的纹理去修，修出来的纹理你不放大是没问题的，你就是对付一般影楼啊没人管你啊，几块钱还注意这个吗？你要是想修那种几百上千甚至上万一张的照片，必须得了解这个。可能很多同学参加我的课程觉得我讲的都是一些偏门啊，就是说老师你讲的东西我都没听过啊，或者是我一般影楼修图用得上吗？没错，我讲的东西一般影楼都用不上，因为效率太低了啊！你一天修2张照片，影楼老板早把你辞退了啊！所以说我讲的东西啊，全是为你步入高端的修图啊准备的。如果你只修低端，一辈子只能干这些低端的工作，拿着工资几千块钱，以现在的生活水平，几千块钱真是满足不了你啊！所以说你要想这个挣大钱，往高处走嘛。成为艺术家，咱们修图师也称作艺术家，国外啊和摄影师地位差不多，就国内的地位低一点吧，因为国内啊很多都被摄影师的风头抢了，都以为是摄影师的功劳，所以说只要咱们一起努力啊，争取把这行业做起来，咱们以后也可以成为艺术家，是不是？这个行业还是可以的，在未来几十年之内也不会被机械所代替嘛。你要做其他的就不一定了，你比如说你在工厂做一个工人啊，有可能被未来的机器人所代替，你的工作就没了啊。这个工作还不是，咱们还是有创作的，有创造的啊。就算现在的那些美图秀秀手机 APP 修磨皮，它修出来呢，它其实也达不到咱们商业要求，但是这种修出来绝对能够替代你影楼修的那种效果了。就是现在很多的那种美颜 APP 啊，放一个头像上去给你 P 一个对美证件照，或者是 P 一个古装的一个清代的格格呀，或者是这个汉服的美女啊，这都是修出来效果都很好啊，对付一般影楼都足够了。当然了，他肯定是也修不了这些专业的照片啊，专业的照片不会用手机 APP 修，前期处理就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顺着结构把它皮肤修掉，把皮肤问题修掉，后期才是比较难的啊！就是人的皮肤啊，它分为很多层次，明白吧？
就跟你菜头似的，洋葱啊，有一个歌叫洋葱，一层一层的剥啊，然后辣眼睛嘛。咱们修图也是，最表面一层啊，就是明显的斑点痘痘啊，这是第一层，它是属于细节，属于高频啊，高频细节。然后我们的皮肤的这些斑点痘暗斑呀，你像这个比较明显的眼袋，属于低频的层次啊。低频层次也分很多种，其实我们低频它也分为结构层次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色斑的暗斑暗疮啊，这些层次。结构层次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，就比如说鼻梁吧，啊，鼻梁这块呢，这块有亮有暗的，就是因为它有亮有暗，它形成这个鼻子的立体感啊。而且这个模特的鼻子通过它的光影也知道它是一个翘鼻头啊，它的鼻梁不高啊，它的鼻头很翘啊，就感觉它非常的立体啊。如果它没有这些光影变化，它是不立体的。修的时候你不能破坏这些光影，而且在修的时候，如果它的鼻子长得有毛病啊，我们还需要优化一下啊。就是我们能够保留它的结构，这是一个水平阶段，能够在保留基础上优化它，又是一个水平阶段啊。一般情况我们只要学会保留它完美的啊原来的好的结构，就已经很不错了啊。所以说需要你去改变的话，就通过中性灰啊，先生简单啊，就咱们在网上都看烂了那些东西啊，添加个中性灰教你刷。如果你不懂得这些东西，就告诉你一个操作，其实两分钟你就学会中性灰了，但是不代表你会刷，你知道吧？你怎么刷啊，怎么刷的符合它这个结构，符合它气质，这是另外的知识了。所以说你在网上看很多公开课学不会，那很正常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系统的学习过。很多地方呢，它其实也就是讲的比较毛糙啊，甚至这个老师修出来的照片也都非常假，破坏了原来的结构。所以说我们千万要记住啊，多看优秀作品，审美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审美歪了，石头牛也拉不回来了。好的片子放大看呢，皮肤毛孔均匀，而且缩小看脸上的暗斑也没有啊。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脸型结构什么的，光影过渡都非常自然。下巴放大看有很多明显的痣小点点，这是毛孔，就是说你这个脸好几天不洗了，或者咱们青少年呀活力比较旺盛，毛孔堵塞啊，一般有这种情况的下，就是皮肤的问题。我也遇到过皮肤病的，什么银屑病、白癜风，这种模特是最难修的，因为它已经是皮肤病化，它没有毛孔了，所以说它的皮肤表面特别光滑，甚至像鱼鳞一样，所以说你只能是用移植的方法去修它。我们是可以找其他模特的皮肤加上去，但是这个是比较难的啊，这属于我们高阶的知识。当然了，也可以从自身的好的皮肤上移过去复制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都不会完美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皮肤，每个人的皮肤就像指纹一样，其实啊，就是咱们现在呢，这手机都指纹解锁，其实皮肤也是一样，每个人的皮肤纹理都不一样。就算是双胞胎兄弟啊，他的皮肤他也不一样啊，可能脸型骨骼都非常像，但是他的皮肤纹理啊肯定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加上去他不一定合适。也就是说商业片里面，如果他这个模特真有这个皮肤病啊，就直接不用了啊。我们选的都是那些好模特，皮肤好腿长的那些啊。如果你修的是一个大老板，比如修马云吧，马云脸上有银屑病啊，这你就得认认真真的给找替换的东西了，慢慢修了。人家也不差钱儿啊，修一张给你8000块钱、9000块钱的，是吧？你用2天修出来也是可以的嘛。所以说我们也是看情况。OK， 修完皮肤的斑点痘痘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新建空白图层，混合模式改成柔光。空白图层可以当做中性灰图层使用的，我们就直接像中性灰那样操作就可以了。画笔浅景色设置为白色，不透明度为5左右，流量80左右，直接擦皮肤就可以。擦的皮肤我们一般是按什么顺序？一般我们是先把最明显的问题处理掉。这个模特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眼袋，是吧？左边呢有比较浅的问题，我们慢慢的
简单啊。我刷的时候我现在用的都是鼠标啊，如果你用数位板的话，你的参数和这里设置的完全不一样的啊。因为我讲课呢，这大部分同学也都没有数位板，或者是基础比较薄弱，我就是用鼠标啊。当然了，我能用鼠标修出比较不错的效果，哎，你跟着学，等你能够用鼠标修的差不多了，其实你换一个数位板修的只能是比用鼠标修的更好，因为数位板更灵活啊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，我就是简单的几下啊，就把这里剪淡了。这一块比较明显的，多剪几次。哎，修的时候你看，我也顺着它的结构这样去刷啊，不要破坏就可以了啊。额头有点小问题，适当的给它剪淡，打散这些色块，让它过渡均匀。好，鼻梁这块，我说了，它的鼻头有点翘啊，所以说这块呢，就不要把它提得太亮，适当调一调就行啊。多少保留它原来的过渡，哎，鼻梁缩小画笔刷一下，让鼻梁更亮一些。哎，眉骨这块适当的再刷一刷，让它过渡均匀。现在就是把黑的提亮，你也可以按 X 键切换成黑色啊，我们可以把白色画块给它压暗。好，现在我已经把比较明显的这些大的斑这个问题都给它剪淡了。剪淡之后，我们再用分频给它过滤一下。隐藏黑白 ，Ctrl Shift 的 Alt 加 E 盖印，盖印完毕之后反向混合模式线性光。打开黑白，打开，点击图层二滤镜，其他高反差保留。然后这个斑径从左往右移动啊。现在斑径从左往右调，我大概是调到12左右啊，这皮肤过渡还是可以的啊，45入15吧。滤镜模糊，高斯模糊为15。按住 Alt Alt 键，点击添加蒙版，找到白色画笔工具，不透明度流量为100。擦皮肤，现在就可以把皮肤那些小的这个暗斑层次过渡均匀。这些层次我们肉眼是比较难观察，你要用中性灰刷不是不可以，就是非常费事。用分频呢，一下子就解决了。当然，分频也有副作用，分频副作用就是它的频率均化嘛，就很简单啊，就是让那个少的。不到多的上，多的，不到少的上。对于一些地方，我们均化是可以的，但是一些重点的位置，比如说眼睛啊、鼻子啊，你一均化了，那眼睛就不对了啊。它会把眼白和眼球明度相近，让眼白变暗，眼球变亮，它的立体感就消失了，明白吧？分频是平均的意思，但是不是什么都平均。就像你工作一样啊，咱们现在的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，他们的穷人啊也都不是特别穷，基本上就是中产阶级吧啊，剩下的都是有钱人的是吧，有钱人他挣得多，像那些比尔盖茨啊，巴菲特之类的，重点位置的保护啊。然后我们再隐藏，再盖印，然后在黑白模式下面观察。你看鼻梁这块有发白的问题，再调一调。所以说在咱们现在呢肯定跟欧美国家比不了，你没能耐啊，没有技术，你是真挣不到钱，必须得把技术练出来。
是吧？咱这个技术，哎，就是比一般技术还要更好啊，就咱们修图行业嘛。哎，毕竟别的行业，你像这个电击焊啊、泥瓦匠，你还得亲自上班去。现在疫情严重啊，也不让你去了。哎，咱们这个还是可以干干活干活的啊。中国的单接不了，可以接国外的嘛。哎，咱很多同学都是，哎，接国外的单，赚美金。一张照片收20欧啊，或者是20美金，就100多块钱一张，一天修十张，轻轻松松1000多，一个月挣个5万块钱啊。而且这个行业你只要你技术越来越好，还可以当老师啊，像我这样讲课挣钱。特别适合那种有社交恐惧症的同学在家里，或者是哎，这个嘴巴不太好使的那种啊，嘴巴不太好使嘛，在外面你和别人打交道不会打的那种，只要你技术好，作品一发，全国全世界的网友都尊重你啊，就靠技术说话啊，没有虚的这里行业，你像别的行业有潜规则啊什么的啊，咱大老爷们也没啥好潜的，那你也天天受着，哎，这个行业不是。有技术，那些哎顶尖的摄影师，哎那些高端的摄影机构就会找你，哎，很公平啊，很公平。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找好行业，类似的行业还真不多啊，其他的也有，比如说程序员呀，但是现在有点饱和了啊，干那个太多了。咱其实干的修图的也很多。但大部分都是影楼级别的，他没有这个概念啊，他没有这个往高端发展这个概念，所以说造成啊，这行业其实咱们国内还是挺封闭的一个行业，叫啥的都有，有的地方叫数码师，有的叫设计师，有的叫修片员，哎，有的叫修图师，叫修啥的，叫啥玩意儿都有，所以说这个行业还是一个，哎，可以发展的一个行业吧，以后规范了。没准还能出一个修图师的这些职业资格认证啊，持证上岗。你看他皮肤上这些比较明显的斑点痘痘，其实就是用修补工具在修，修补工具非常重要，是吧？我开始用的，现在继续用啊，修图也是这样的，它也不是说一种工具一直用到底啊，它也可以反复使用，用一次不行，再反复使用。我们是一边修一边看，哎，就像你做一个雕刻呀，捏一个雕像一样，哎，大概呢你就要找准了，剩下细节我们是边弄边调啊。你想把它修到什么程度，取决于你想把这张照片收多少钱，还有你的时间啊。你自己练习的话，你可以时间长一点，你收。800一张，你这仔细修修啊，放大多修修。你要收20块钱，那你就修2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对，咱们前几天还有一个，是哪个国家？哎，德国还是哪个国家报名的？通过 YouTube 上面看到咱们的视频来学习啊啊啊啊！俄罗斯啊，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同学。就很海外很多华人的啊，他们也都是找这些学习的渠道。很多华人呢，他可能在这个国家刚过去，语言也不通，在这里学习什么的，不管是语言呀，还是这学费价格都比较高啊，都在网上搜咱们的视频来咱这里学习。当然了，我也是收人民币啊，也没有和他们收这个欧元呀、美元没有。哎，当然了，你要是真是老外报名，我都说他。美元啊，收到欧元，哎，咱们这个中国人啊，华侨还是按人民币收。你看咱们中国很多小商品，比如手机壳吧，在国内就是10块钱一个，你到国外了，那些乌克兰他可能卖30欧、20欧啊，就算卖10欧，也相当于人民币100块钱，对不对？哎，他那里不产啊，不生产，只有咱中国产。咱修图呢，国外啊，这人都是有钱啊，福利好，人家不工作，一年发的那些福利金也能
够他满足来国内玩一圈。以前我有一朋友啊，就是哎，他们的一个亲戚就在国外找了一个老外嫁了，这个老外就是什么活都不干啊，就拿国家的福利嘛。哎，他每一年都能来中国玩啊，国家给他发的钱每一年都能来中国玩，所以说他们看不上那种几块钱一张的照片，他来说5欧元收的就已经很少很少，基本上没有人做，五欧相当于50块钱一张嘛。咱们的技术啊，你身上有直接收那些5块钱一张的图，50块钱相当于一天修10张，500。老外而且喜欢自然的，他就要求你把人结构什么的修自然一点，修好一点。我们一般的影楼修图师修的都比较假，现在很多的影楼都喜欢艳化成瓜子脸、蛇精脸，皮肤修的跟剥了皮的鸡蛋似的，这人家是看不上的啊！人家要求你真实修图啊，至少得用分屏什么的，中景灰修修、啊。当然了，只要把咱们技术练好，一小时你修2张照片那是很肯定没问题的，一小时挣100，你就干5个小时，也就是500块钱。哎，鼻子这块我们再用中景灰修修啊，有时候修补工具修的些小玩意儿你不好修，中景灰结构啥的注意。哎，所以说很多的修图师其实都是在接国外的单，哎，也可以接杂志的那些，接工作室的，哎，最次的也可以接在国外的那些咱们华人开办的影楼。他至少也能给你10块钱一张啊，而且要求也不高。你要接国内那些三四线小县城的那些，给你5毛钱一张，1块钱一张，2块钱一张，而且要求还很高，还很难修，照片拍的跟鬼似的，还让你修的跟天仙似的。人国外是吧，空气好，没有雾霾，风景也好，怎么修都好，到国内这个水拍的都是灰的，你还给它调蓝了。哎，这，所以说一般的把时间浪费在这里调背景。哎，国外那些照片空气是好，建筑也好看，随便拍其实很好修的。哎，我怎么给你们扯这个了？大哥，今天我有点晕啊，都把那个商业机密给你们抖了出来去。啊，这个有头脑的就可以考虑考虑了啊，怎么挣钱？好，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个一，有问题的就可以提啊，你们不要憋着不说话。多提问，在线直播的时间是最珍贵的，你只买视频看你看不懂，老师能够随时指导你才是真正的学习方法，不然的话我早卖视频了，我还这么辛苦每天都给 VIP 同学上课，我吃饱了撑的吗？当然了，我也不是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啊，你报名其他学院就给你一套视频你自己看去得了啊，你有不懂的老师也不爱搭理你啊，因为他可能招的学员多啊，我这里是限制招生数量，每一个月限制30人，真正是小班授课，不会为了赚钱去扩招生源，所以说咱们的学费每一期都在涨价。哎，咱每一期当然也会增加新的内容，也不会让学费白白的去提高啊，不能扩招生源保证教学质量，咱就只能提高啊咱们课单价，也就是咱们学费，哎，来提高这个收入吧，这也是没办法的，所以说咱们就相当于私人家教式的授课服务，就像你在小学中学上课一样啊，一般都是30-40人，多了老师是管不了的。就为什么这个学校都是按照这个数量去设置，你像国外那些国家一般都是10几个人20几个人一个教室的，人越少越好管理，你越能够和老师交流互动，咱们中国人就是上课互动少提问少，哎，老师说啥就是啥，学不学会你也老师其实也不知道，哎，你能够问问题就可以啊，多问问题。
加深印象。咱们这个直播的时间也很珍贵，马上也就要结束了，还有十几分钟。好，脖子我不修啊，咱们没有时间了，再次盖印一下。盖印之后反向，火候模式线性光，线性光之后我们高反差保留，好，现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我不再继续细修了，你再细修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哎，你修几个小时也都可以，甚至修一天都行，关键是咱没时间啊。咱们看一下前后效果，不透明度为5左右啊，你要用鼠标刷的话甚至更低，不透明度为5，多刷几次。哎呀，这谁给我起的名字？程海超牛逼，这潮啊潮字还错了。哎，你整的不要整那么粗俗，好吧？整的那么三俗。哎，这程海超加油什么的也都行啊。这同学你太逗了。柔光和中性灰有什么区别？没什么区别。柔光层是可以代替中性灰的啊。而且它是比我们中性灰要节约很多的东西的，节约很多内存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打开一张照片，它是有像素数量的。如果你复制或者新建一个位图图像，它是有像素数量，这会占我们 PS 运行的内存，或者是让你的运行速度降低啊。我们新建一个空白图层，它是可以节约一些空间的。就很多人在保存 PSD 的时候，哎，把不需要的 PSD 不重要的先隐藏，再保存 PSD， 这样可以压缩一些空间出来，明白吧？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啊，空白图层它加这空白图层对你这个电脑运行速度有一定提升的作用，它是可以代替中性灰的啊，但是有些中性灰的功能它实现不了啊。哎，其实中性灰和空白图层就看你的个人习惯，有时候我这个用哪个都可以。然后咱们看一下啊，就咱们修完了之后啊，哎，原来这个图脸上很多斑点痘痘啊，仔细看毛孔细节还存在，我们修完了之后脸上这些斑点痘痘没有了，仔细看毛孔还是存在的。就是说我们在把这些比较明显的斑点痘痘去掉之后，还能够大概保留它的细节，这个就是成功了啊。我们再把它嘴角这块再处理一下，嘴角这块你看有比较明显的这些东西，我们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哎干印出来啊，用修补工具修一修就行。然后直接干印出来，干印出来之后就是调色了。哎，这张照片怎么调呢？啊，你要调色的话，就通道混合器输出通道绿，绿色改50，上面也改50，或者是上面25，下面25都可以。改成黄调啊，改成黄调之后，我们再添加一个曲线，曲线我们找到蓝 S 型曲线操作就可以。它是一个暖色调的片子啊，就是暖色调。如果你喜欢小清新一点的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照片滤镜，找到青色的，干净一点就可以啊。我们不要把它调得太黑，就是我们什么片子调成高调片，什么片子低调片，它是有一定的说法的。你不喜欢这个颜色你可以改啊，通道混合器怎么改都行。然后我们可以继续降低一点它的饱和，添加自然饱和度，降饱和度，降自然饱和度，饱和度就可以。剩下就是液化了，干印出来，载入液化。如果你电脑内存不够，电脑配置低，我们可以选中局部液化，先液化下半边脸，再液化上半边脸，就是你选中一半啊，这样我们载入一半的像素
电脑压力会小一些。如果你的电脑配置很高，像我这样36核，你就不用，直接载入进去就行。其实这个电脑呀，就是这个说错了啊，这个 PS 啊，它主要就是对这个 CPU 还有内存啊，这比较要求高一些。CPU 高，内存高，基本上你都不会卡。然后就是显卡，现在有 GPU 加速，以前低版本的 PS 没有 GPU 加速，其实你有显卡也是没用，现在都有 GPU 加速了啊。现在呢高阶了，都有 GPU 加速，你就可以点 GPU 加速，液化的时候就会快一些。哎，这个电脑当然也不是核越多越好，我这16线程32核啊，说错了。32个核它其实对于我多软件运行是有帮助的，因为我不仅要开直播软件，还得开录像软件，还得开 QQ 等等。所以说这个要求这个好一点吧。你们自己如果只用啊软件的话，4核就够了，或者8核。现在这个 CPU 都是8核起嘛。对不对？8核16线程啊， i7 啊，这些都是。AMD 的1600现在都是26002700了吧，没有1600了。哎，额头不要太宽了，额头太宽的话显得它有点这个像个雷一样啊。怎么说呢，这个可能我说的比较三俗啊，反正不好看。脑门不要太宽啊，三庭五眼，记住调一调就行，鼻子短一点，嘴巴上一点。哎，我修图就是简单粗暴，讲课风格也是这样，用最通俗的语言教会你，不然的话给你讲一些官方用语，书本上的东西你永远也搞不清楚。背景再换一下，这个背景啊它明暗不均匀就换。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个一。就算他拍的是纯色背景，你也要给他换一下，明白吧？我就简单的换得了啊，你要想换细致点，选择并遮住，勾选智能半径，半径往右调，点击确定，完事儿了。哎，更精准一些。然后这个背景颜色你可以再调，再添加个色线饱和度，一调。是吧？哎，再复制出来一个色样饱和度，剪接进去，混合模式改成绿色，降低点它不透明度，把人擦一擦。添加比较细腻的杂色，就像那些哎胶片质感，这个杂胶片呀，胶片的这个效果啊，它是有杂色的，噪点嘛，噪点越粗就代表这个胶卷感光度高啊，细腻的话它就是感光度低一点。
好，如果哪同学觉得我讲的不错，想加入咱们的 VIP 课程系统学习，今天报名可以享受入门加进阶两个课程一起的价格，原价2999，现在1999，这是咱们年前的价格啊。咱们疫情期间不涨价，还是按照这个特惠，而且还有几个终身 VIP 的名额，这个是限量的。终身 VIP 可以终身进修，终身得到我的指导，以后增加的收费课程全部免费获得，一次付费，终身得到指导啊，学会为止，学不会免费再学，不重复收费。不仅教你顶尖的修图技术，还教你营销与创业的知识，让你找到客户，也可以让你自己创业。不管你是兴趣爱好，还是为了找到工作，自己创业赚钱，咱们1990这个学费绝对让你满意啊。好了，废话不说了啊，咱们今天的课程基本上就结束了。